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馒头瓜电影，我是馒头。今天我们来瓜的这部电影叫做《神战：权力之眼》。说起埃及，大家肯定能够想到古老神秘的金字塔，沙漠中蜿蜒的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埃及人民，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无穷的瞎扯淡的能力。废话少说，让我们来看电影。话说在古埃及，神不是住在天上的，神和平民是在一起的，神比平民大好几倍，我说的是个头。这天埃及神老大要举行让位仪式，老了嘛就要退休了。当然此次负责接替位置的就是他的儿子天空之神大鸟哥。四面八方的神都赶过来送上贺礼表示祝贺，你不送点东西你试试，弄不死你。当然其中还包括大鸟哥的二伯。当初太阳神生下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就是大鸟哥的父亲，负责统治尼罗河流域，二伯呢就负责镇守沙漠。要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偏心，尼罗河这里有山有水有美人的，沙漠里除了沙子还有啥啊？其实都一样，镇守哪里不是镇守呢，是吧？二伯呢很客气，也不是空手来的，带了一件据说现在市场价能卖到2.5毛的珍宝大喇叭，一上来就对大侄子说，你快吹吹。大鸟哥也不含糊，咔咔的就吹了起来。刚吹完就召唤来了很多的士兵。其实二伯今天来也没别的事情，就是来搞事情的。话说你大哥统治了尼罗河这么久，风水轮流转也应该到我了吧。噗呲一刀就捅死了大鸟哥的父亲。杀我父亲我绝对不能忍了，我必须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哎呀大哥大哥我错了。说着二伯就挖出了大鸟哥的钛合金狗眼。要知道每个神都有自己的神器，大鸟哥的钛合金狗眼就是他的神器，没了眼睛他就失去了神力。二伯一上台就大搞建设，我以开发商之名一定要把房地产建设推上一个史上新高度，而且所有平民都被迫沦为奴隶，赚取投胎时候的钱，就是你投胎的时候没钱，下辈子也只能做阿猫阿狗之类的，简直就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。人们都盼望大鸟哥能够回来拯救他们。平民小六子是一个神偷，偷啥从来就没失手过，但是他的女朋友阿芳被当作奴隶，在二伯的工程师那里工作，偶尔小六子也跑去和他约会，但是毕竟嘛，阿芳估计也没钱买衣服，衣着单薄，生怕阿芳受欺负，小六子在阿芳的协助下准备偷出被藏起来大鸟哥的眼睛。阿芳在工程师那里偷出了宝库的设计图，小六子凭借自己一身的本事轻松得手，但是得手后发现就一只眼睛。就在两人准备远走高飞去找大鸟哥的时候，阿芳被及时发现的工程师射了一箭死了。小六子比较伤心，他找到大鸟哥准备和他做个交易，他可以帮助大鸟哥偷到另一只眼睛，但是他得复活阿芳。谁知道大鸟哥试了一下表示无能为力，让狗头带走了阿芳之后说，只要我拿回另一只眼睛，登上了王位之后，我就有能力让狗头把你女朋友送回来。天真的小六子就信了。很快两人踏上了帮大鸟哥找回眼睛登上王位的路程。这边的二伯一边大力抓紧开发建设，一边带着部下南征北战，他要杀了所有不服从他的神，从而一统埃及。大鸟哥呢现在就一只眼睛，还是没有啥神力，所以他就找到他的爷爷太阳神，请求他杀死二伯。太阳神每天老忙了，没事还得放放呲花打打怪兽。太阳神问小犊子你来干嘛来了，大鸟哥说啊没事没事，我就来讨点水，家里没钱交水费，自来水给停了。要知道一滴天水就能够浇灭沙漠之火，只要沙漠之火一浇灭，二伯就没有了力量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是个弱鸡。但是啊前往沙漠之火的路并不好走，先是遇到了牛头的阻挡，一个二伯的小卒度就给大鸟哥整够呛，再来两个骑着大蛇的兄妹，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。幸好大鸟哥的老幸好爱神妹子赶了过来，成功的帮助他们化解了危机。要想成功抵达沙漠之火，首先要通过护关兽的问答考验，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号称埃及知识最渊博的智慧神。终于他们来到了护关兽那儿，请问你老妈和你女朋友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智慧之神发挥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智慧脱口而出，先救我老妈。不对，还有一次机会，答不出来就踩死你们，容我再想一想啊。对了，把河水抽干。历尽千辛万苦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沙漠之源，谁知道二伯提前赶了过来，他困住了大鸟哥，到了天水任务失败。这边的二伯是越来越嚣张了，他将所有被杀的神的神器组装在了自己的盔甲上，杀到了天上，连他老头子的拐杖都抢了过来。太阳神一死，世间陷入了混沌，看来是时候大鸟哥要展现自己真正的技术了。他找到了正在玩呲花般的二伯，被二伯狂揍了一顿之后，终于变身疯狂大鸟兽，不到最后关头他就死不变身。最后的最后他干死了二伯，很轻松嘛，将拐杖还给了太阳神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小六子和阿芳也过上了神一般的生活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所以说没事还是要多看点书学点知识的，不然你连老妈和女友同时掉进水里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还想脱单做梦。好了，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主播哟。 Goodbye。